我也送你个礼物，把眼睛闭上。干嘛？闭眼。不闭。闭一下。嗯。别偷看啊。嗯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送你的月亮，虽然有点粗糙。哎呀，觉得很可爱。你是嘲讽我？我没有，真挺可爱。帮你把它投到天上去。月亮出来了。师兄，你吃月饼吗？谢谢。好吃吗？好吃。